告而别。亲爱的小朋友，雅各曾经为了逃避哥哥的报仇行动而离乡背井，去到舅舅拉班住的城市哈兰。他一待就20年，现在举家要搬回迦南了，并带着上帝的应许走了。当时他趁着拉班及儿子在远处放羊，就不告而别，偷偷地离开了。过了伯拉大河，向着基列山往前走。在走之前啊，拉杰想起了一件东西。对了，既然要走，就顺便把神像带走吧，反正一路上我们也需要他保护我们了。于是拉杰悄悄地进了父亲的帐篷，拿走了家中的一尊偶像。这可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呢。雅各离开的事传到拉班的耳朵。什么？雅各带着我女儿身子离开，走多远了？三天。他们的人数牲畜可能不会走太远。快，帮我准备些人手骆驼，我得去拦截他们。想这么轻易就走，没这么简单。就这样一连赶了7天的路。夜里他们露宿郊外的时候，上帝透过梦对拉班说，拉班，追上雅各之后，无论什么事都不准向雅各说威胁的话，也不准说要害他的话。拉班就这样子惊醒了。后来他们来到了基列山，追上了雅各。拉班说，你们怎么不告而别，连同我的女儿孙子全都带走了。雅各见了岳父赶来，十分的错愕。偷偷的逃跑也不通知一下，不然我好好的敲锣打鼓欢送你们呢，你却不让我们父女爷孙们彼此告别，你这算哪门子的女婿啊？哼，我告诉你，我本来可以好好的咒你的，不过你父亲的神昨晚对我说话，叫我不可以对你动粗，也不可以说威胁的话。后来拉班的口气开始温和地说，既然你真想回家也没有关系，哎，走了就走了，你干嘛又偷我家的神像呢？雅各回答说，岳父大人，我知道你疼女儿，我只怕你把女儿抢回去，我只好逃出来。至于你说的那个神像，我倒没有碰过，既然你是来找神像的，那你就收吧，要是在谁身上收到，那个人也不用活命了。当着你兄弟的面前，你顺便看一看哪一样东西是你的，你就都带回去吧。雅各原来不知道是拉杰偷了。拉班一群人进了他们的帐篷，大肆的搜索，什么也没找到，最后进了拉杰的帐篷。拉杰早就把偷来的神像藏在骆驼的驼楼里，他自己坐在上面，面对着正在搜索的父亲，只好骗他说，爸，不好意思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没办法起来，请你原谅。就这样拉班什么也没收到。雅各见拉班什么都没有收出来，就趁机骂他说，你现在什么都摸过，那你摸到了什么？如果你看到你的东西，那你可以放在你兄弟面前让他们看看呢。然后又继续地说，哼，我在你家帮你20年，帮你养了一群羊，你倒看看哪一只绵羊公羊掉过胎的，哪一只公羊被我宰来吃过，那些被野兽撕裂的不都是我拿自己的赔给你吗？你说说看，有什么损失的？
雅各这时一股脑地把满腹的垃圾苦水都倒出来。这些年，白天我受热的煎熬，晚上受尽了风霜，无法安安稳稳地睡觉。这20年来，在你家里就单单受你欺骗，为了你女儿帮你14年，之后为了你的羊群，我又帮了你6年。可是啊，这6年里，你却斤斤计较地改了我6次的工钱。你说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这次要不是我父亲敬拜的上帝告诉我要离开，否则啊，我可能两手空空地被你打发走呢。上帝真是知道我苦，所以昨晚才在你梦里面责备你。拉班回答说，哎呦，这女儿不是我的吗？这些孩子孙子也是我的孩子啊，这些羊群也曾是我的呀，凡是在你眼前的其实也都我的，我的女儿跟她所生的，现在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就这样好了吧，我们啊彼此立约，说清楚，划分清楚，那不就好了吗？两个人争执了一段时间，也都各自放下自己的怒气了。然后他们两个立下了石柱，做双方互不侵犯的证据，就这样轻松地席地而坐，一旁吃喝，这些石头就成了他们立约的证明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当中有上帝的守护。拉班虽然不是敬畏上帝的人，不过他知道把女儿及孙子交给一个信上帝的人，这样也有上帝的保护及看守，他也放心多了。他说，我的女儿孙子都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的待他们，不要亏待他们了。我相信上帝也会眷顾保守他们的。他们在上帝面前立下的石柱，雅各指着上帝向拉班起誓及保证，并在那里献祭给上帝，也在那里安心地休息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清早，拉班祝福了儿孙之后，一群人就赶着回家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在学校或是日常的生活中，难免我们会遇上一些不讲理及野蛮霸道的人。雅各这20年来都以忍让的方式来处理冲突，因为他不喜欢跟人有正面的争吵。不过上帝也知道他所受的委屈，因此上帝透过梦来对拉班说话，因此拉班才不敢伸手害雅各。原本他可能会带着20年的委屈离开，不过上帝让雅各有机会把一切的苦水都吐出来，并且和和平平地解决了他跟拉班之间的心结，就这样带着愉快的心情回老家了。我们的上帝真的很了解我们，不是吗？而且只要相信上帝，那么上帝也会在适当的时机帮助我们哦。好，现在把你的手合起来，眼睛闭上，跟 Debra 牧师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带领，在我的生活里你都细细地看顾我们，求主也教导我用智慧及耐性来处理我跟家人及朋友的不开心。当我遇上不公平或是委屈的事，求你先赐给我忍让的心，等待你预备好的机会，可以让我慢慢地说而不动怒。再次的谢谢你帮助教导我。孩子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